大家好，我是林竹通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给光纤跳线做数据检测，看一下我公司生产的光纤跳线衰减怎么样。那目前这一款是 OM2 的光纤跳线，低延无卤的2.03米双工的。那连接器是 FC-UPC-FC-UPC 的。那这是多模的光纤跳线，那我们来检测一下。多模的光纤跳线，我们是用850的波长来检测它的衰减。那用一个转换适配器。来看一下。那可以看到，我们目前检测出来的衰减是0.02 dB，那这是合格的。那我们，那这个要拧了，那0.02，那我们这个标签上写着插入损耗小于等于0.3 dB，那这个是合格的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